大家就快跑，有鳄鱼！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城市英雄查沃先生。Monster in the Chinatown. Mr. Chabot, you bought the boat out of rescuers? 其实，所谓的怪物呢，是一只名叫古斯塔夫的非洲巨鳄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已经将鳄鱼抓住了。各位，唐人街这次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而将鳄鱼放出来的人，我们也找到了。我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段视频的当事人。鳄鱼出逃的责任都在我。唐人街信号塔的中断也是我的无心之过。但是毁了这一切的不是古斯塔夫，而是查沃，是查沃。他破坏了唐人街的信号塔，是查沃。他为了唐人街的土地，让他们接收不到预警的信息，他还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让我替他撒谎。绑架？你想见你的女儿，各位？不会吧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帮我一个忙，你们是一个，就是十个、一百个，我也乐意。切断了信号，延误了海啸预警的人是你。放出鳄鱼，导致唐人街死伤无数的人，也是你。所有事情都是你做的，就是他。就是，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。把它关掉。什么叫在你？把它关掉，把它关。查沃先生，你演了一出好戏。有种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喂，喂喂喂喂，大家快跑！有鳄鱼，快跑啊！我忘了告诉你，你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把他带走。Don't touch me。我会走。Thank you.